1MB 等于多少 KB？ 随着手机跟电脑的普及，关于储存容量的问题也是困扰着很多人。你们知道 1MB 等于多少 KB 吗？ 1MB 等于 1024KB， 也就是2的10次方。MB 跟 KB 本质上是一样的，都是属于计算机的储存容量。 MB 我们中文将其称为兆，而 KB 我们中文将其称为千字节。现在计算机的计算单位都是二进制的，因此对于储存单位来说，二的整数幂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其次，再加上电脑的内部电路工作只有高电频以及低电频两种，那么采用二进制能方便电脑识别。以一兆宽带为例，一兆的实际网速只有1/8000等于125 KB， 加上网络损耗，实际上只有100 KB 左右。